如果你听到我呢段录音，可能我已经死咗，我叫伍景阳，我嘅专业就系呃啲人嘅信任，然后再将一份信任出卖。我系一个警察，一个卧底。 三大守则：第一，唔可以俾人知道自己嘅身份；第二，唔可以真实参与犯罪活动；第三，唔可以同目标圈子发生感情。如果你问我做唔做得到，我会答你。 大佬，爆哥又爆咗啊！你知道佢每次出货，佢都要自己试噶啦。小五啊，你知唔知我哋呢度有差人啊？ 阿Sir，好住，唔系啦，大佬，唔好叫我大佬啊，我冇你咁个细佬，叫阿爸，你靠咗我个女啊嘛。 呢人冇一个信得过，知道未啊？嗰个细路俾我锁喺车度，去帮我带佢出嚟。收到，收到，收到。 阿虎。 爸好嘈，你要相信我，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先吓你先吓，但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我不是豺狼，我不是豺狼。如果唔系我，你同我就衰紧啦。你是警察，大佬啊，会唔会有啲误会咧？后府喺台湾着草嗰时系今日你翻嚟嘅。如果你唔系我女婿。
我以为你同佢一齐嘅添啊！阿福，有图有真相啊！什么照片？什么证据？喂，八卦，唔系、啊，你有份噶、啊？你哋好似开紧 P 咁、啊，边个赢啊？吓、啊？边个就我爆？帮我着啲咁嘅衫。阿福阿生，你他妈的没证据，你手边。他妈的！喂，八卦，摆卡嚟啊！伊凡，定啲嚟，见到钱先喐手。雇佣兵，重装备啊！Sir， 买家到咗，我哋点做啊？唔好慌，保住先。Hey, everybody. Are you here to fight? Or you make money? Here's your money.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你点解讲英文嘅你？喂，系咪做交易噶？叫嚟做 talk show 啊？唱埋歌啊，了未？一阵唱俾你听。攞埋啲嘢俾佢。我去睇下啲嘢得唔得？Music time。OK， 贵爷。Give him the money。咪住，事啊咁事嘅咩？咁轻手，炸爆佢啊！我过去玩下，掩护我。Roger， 而家点算啊，阿 Sir？ 阿 Sir。任务完成。你妈，唔该等。
等我回去拿啲堅嘢嚟冷下。已经打完，是不是还要等阿 Sir？ hold住等。八哥，小马。你真好命啊！可以咁早接我个位，豹哥，我未得噶。有啲嘢总要有人去做嘅，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可可玉对我个女咁样搞好当嘢。攞電話嚟啊！我哋識冇？喂，達玲啊，我有個好消息過你聽。你俾我啲貨冇曬啦，以後當嘢我就交俾小妹做。你要好好地睇住佢啊！臨走叫上我爸爸爸爸。你話而家爆多喎，咁就 perfect 啦。喂，小五，哎，小五，哇哇，哦，人呢？你怎么又救了我？哎呦，没事吧？我哎，你又救了我，小五，走了。哦，等，哎，后会。见，九哥，后会有期啊。
八哥。洪小姐要见你哋，我哋仲有边个啊？点解要捉我哋嚟啊？你哋自己谂下啦。鸡泡鱼，你够胆食个？你哋可以叫我洪小姐。爆哥是不是你们杀的？爆哥的死跟我无关，你不信的你可以问阿父。小周啊，小吴哥，现场只有两个没死，我怎知道谁是反骨仔？爆哥指明当生意交给你，即是逼我顺地了。而家你帮我杀咗佢。哦，小吴哥。哦，你唔介意噶嗬？哎，小心点哦，这种影片经常流传网上。对唔住，童小姐，我落唔到手。吓？咁你叫我点信你啊？你帮我杀咗佢，跑嗰个位就系你坐。你做咩唔撑佢？佢救我两次咧，唐小姐，你当我哋冇嚟过好唔好啊？吓，嘥我时间，玩我？咁你当买一送一啦。咁买边个送边个啊？买我送佢啊？哦，你哋倾点数先啦。点解唔系买我送你啊？我没开枪，打你哦！小吴，以后就你顶炮哥噶，佢有啲咩客，你应该好清楚。你有嘢就揾我啦。收到。你要纹身啊？嚟揾我条女啊！炮哥的女儿？你要跟他说他老爸死咗啦？小哥。不用怕，不用怕，有我在。你讲得啱，我出去组织下。喂，小五，喂，希晨姐，小五嚟咗啊！你攞嘢啊你，电话又唔听，机又唔复。小五，系，等我做埋呢个，下一阵再同你倾。哦，咩事啫？包哥死啦！咩话？包哥死咗啦！边个讲嘢啊？好，阿嫂啊，我叫何夫啊。爆哥真系出咗事。出咗咩事？咩事啊？爆哥真系死啦！都叫咗佢收手噶啦。对唔住，我保唔到佢。师傅啊，不如下次先啦。唔好喐啊！你死老豆啫，唔好搞著我啊！放低啊！出面等我。喂，阿虎。嗯。搞咩啊？纪念豹哥，点纪念啊？我以前的大哥，而家咧死咗咯。
咁你留翻个位俾我啦。先生，送货嘅。先生，请签收啊。It's done. You die in there. Somewhere in the Pacific. Why am I here? I apologize. For bringing you in like this. You see, my employer doesn't quite like people refusing his invitation. Would you like a drink? Hi.夏建坤，物流商人。你最近好似走私生意喎？是贸易，只是风险和利润高了一点。咁你捉我嚟做咩啊？吓？你捉我嚟做咩啊？哦，是这样的，您的老大豹哥。跟我有一枚完成的交易，你可不可以帮他完成呢？我谂你都知道，货烧咗，钱啊俾人抢埋。哎，你听我说，我只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就是你豹哥的冰毒师傅。唔系有咁人咩？咦，你知道豹哥最近的冰毒货量充足，品质也。非常高，就算他自己开产生产也
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你们一定有自己的冰毒师，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你会知道的。我香港的事情分你一份，你不能拒绝我。Boss。He's the official who doesn't want to work with us. You put our goods on hold? I don't mean to, but you're not paying enough. All the customs officers need a cut. Sorry, 招呼不周。你饿了吗？你们饿了对不对？带着去吃点东西，去吃吧，去，快。别介意，这是公款。Cut out the organ, sell it, find me a replacement. 我会送你回去的，不要担心，我这次不用纸箱。喂，有没有人？Pete, you're looking good. Mr. Ha, you know about the Dutch holding our merchandise stuff? Yeah? So some of us think that you didn't make the right call. Think? I didn't pay you guys to think!Yes, we all get pay, and that's why they want to get the job done and get our part, and that is. We don't trust that prick. We sign up with you to get money. We didn't sign up to go on a murder spree. Fucking. If anyone can kick my ass, you can take the boat. We are on the same boat. Is this really necessary? You stay out of it. I like democracy. Xin chào, mẹ gà.我跟上头讲咗噶啦，今次系你最后一次做卧底。你签咗佢之后，你可以做翻一个真正嘅警察。但 case 未完喎。总之你唔好跟落去啦，我唔想个兄弟牺牲啊。我啱啱先坐爆哥个位，佢幕后嘅老板我知道边个啦。Hold住。你听埋我讲先啦。我俾一个叫夏乾坤嘅人夹咗出公海，佢点咗我上噶啦。总之呢单嘢咧，就系我可以跟埋落去。呢只系音波炮。是公海的船我来对付海盗的。我想上次的电单车手和姓夏那个有关系。但是对你没关系啦，我保你大你不要跟下去啦。如果你看到船上面的东西你都会跟下去。Hold住。兄弟，你做卧底的，我想你明白吗？你记不记得我还在做古惑仔的时候，你穿著件軍裝嚟鬥我，你同我講過咩？你做古惑仔做咁似，我點知道你卧底啊？我就記得同你講一句，點解有好人你唔做？咁你就係咯，我就係想俾翻個機會你做好人。有啲嘢咧，總要人去做。我希望由我可以 close 呢單 case。明天是爆哥老仔，不同字头的话事人都会抱头，要顺利接手爆哥当嘢，就要看啲大佬俾唔俾面啦。乜惊佢啫？到时啊，空到佢一动都冇啦。
小哥，睇住我哋啊！你坐正啊，睇住我同阿嫂啊，知唔知啊？知道，马骝哥。啊！唉，小五，自我顺便啦。啊，有小五。我上次见到阿包，都有啲预感噶啦，估唔到啊！小五哥实睇住我哋啊！你识都唔系几好喎，小五哥。一句到尾，要做嘢预埋我，唔使惊啊！兄弟，以后有咩问题可以嚟揾我，除咗钱之外。你又玩失踪啊？啲叔伯兄弟话要帮爹哋报仇，预埋我报仇。你哋知道对家系咩人啊？连发生咩事都未搞清楚就学人报仇，笑死人咩？你边位啊？麦林，佢嘅朋友。我唔识你噶，我哋见过噶。包哥嘅事 ，sorry。系你。我哋怎会是朋友啊？只要有共同敌人的人就是朋友。你都识夏乾坤的。我哋倾下。探蛇。佢系上次烧货抢钱的电单车手。啊 ，Bogus the Mice 啊！你哋贩毒嘅呢啲叫报应。你再说一次，该剪头发了。自从豹哥接咗上次单交易，我哋就一直跟实你。你哋究竟知道啲乜嘢啊？所有，包括你嘅小秘密。你有秘密？我做人冇秘密。有没有那种小？你可以在夏乾坤的船上走出来，你答应帮他做些什么？你跟夏乾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对付他？他跟夏乾坤其实是 Trident 的成员。这个组织是为了打击公海那班非法武装分子而成立。两年前我们接到命令要对付一个走私集团，当时组织派了夏乾坤潜伏在艘货轮里面，不过他暴露了身份，还被人捉埋。之后我们上船去救他，估不到夏乾坤中途变节，而且还将不支持他的队员全部杀死，还包括我的未婚夫。他接管了艘货轮，成为新一代的走私大王。之后我就同伊法一起打击夏乾坤所有的犯罪活动。咁你而家可以讲得啦，你应承夏乾坤帮佢做啲咩啊？佢需要一个冰毒师，帮佢去公海制毒。我哋要阻止佢，如果唔系仲难对付。阿虎，俾我。其实我有两把，我们终于遇到一个终极恶霸，又死一个。我喺船见过佢，呢个就系佢嘅作风，收买唔到就会杀咗佢，一直杀到有人愿意肯俾佢收买为止。只要我哋揾到嗰个冰毒师，就可以同夏乾坤交易嗰阵揾机会落手。你知唔知童小姐嘅制冰工厂喺边度？我唔知道，我相信豹哥都唔知。咁我哋就设计一场交易，引蛇出洞，揾到冰毒师傅，等夏乾坤上钓。哇！真的要跟他们合作？我没得选择，
不过你有，冇同我送死啦。唉，我最近发现微信很好，反正要死，也是你先死嘛。嗯，你几时整啊？我以为你死掉啊！啊，不要太在意嘛，人迟早都会死啊。你还在？别碰我，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原来你还记得。左卫船，我要上岸。你要上岸？ You don't have to go. When some people get to the top, they forget where they come from. I need to stay in front of the line. Isn't that what you taught me? 你同意不同意？你需要别人同意吗？我只需要你的同意。开车。使唔使帮手？唔使啦，怕你污糟啊！咖啡啱饮噶啦。嗯，乖啦。嗯。咦？啲火太大喎，快啲闩咗佢，快啲。入面就系童小姐嘅制冰工场，你真系唔使我同你一齐去。你在这里接兵吧。他们进去了。我准备好。太妈，有人入了来啊，怎么办啊？淡定，太妈找救兵。不用的。静一点来。万事有太妈顶住。你记住，追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距离感。测量距离不是用对眼，而是凭感觉。有时候要合埋对眼，先感受到真正的距离。告诉我这里的蜘蛛丝在哪儿？哎呀，我耶，靓仔，乜你闻得咁直接嘅啫？
唔系玩啦。消化喺度。扑街啦，死咗。是童小姐的手下，快点通知他们。我们是星际银行打来的，现在有一个低息贷款请问。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难道这是治病的秘方？师傅是怎么死的？他们怕你拉他，不自杀吧。我们像警察吗？啊，不是啊。唉，阴功了，今天师傅他真的死得不值了。原来这些就是治冰毒的，看起来一点都不难啊，只一点这些我也哎，不行啊，不行啊，这些硫酸入了大料里面会释放毒气的。什么大料啊？麻黄素嘛，这都不懂还要学人做冰。喂，靓女，你懂很多东西、啊、你赞我啫。来呀！哎呀，我讲下啫，我唔识啊。哎呦！嗯，你真系以为你好靓仔啊？哼，抵揽佢哋。我唔靓仔。阿婆走得摩，唔好低。阿婆，追边度先？加油啊！不要以为我只会做兵，我在秋明山赛车的时候，你阿爸都还没戒礼啊。点解会嚟噶？冷静啲，我哋嘅目的系要捣破佢嘅走私集团，将佢绳之于法。最近你怎么找我的？你觉得我这个做物流的平时是怎么追踪货呢？
玩了。捉唔捉得个冰毒师啊？抓到了，但处理一些状况。你个位置喺边度啊？我而家过嚟。是为了一个女人。我识得伊法的时候 ，Jack 嗰阵已经死咗。Jack 的死你也心知肚明。本来大家都能活得好，都是因为你的执着，把一切都毁了。如果唔系你变节 ，Jack 就唔会死。我的背叛是为了大家，你呢？你为了大家做过什么？
林，顶住啊！你要顶住啊！你觉得有意思吗？这几年死缠着我不放，是他杀死 Jack 的，这一枪由你来开。你还想继续为别人卖命吗？我可不想。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天下吧，嗯？Jack, change course. Lower your weapon. Don't you think about Eva? She won't be our person. Kill her. Don't kill her. Magnum, sorry.Jack! Jack! Jac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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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talking大話。我的命是 Jack 给的，你要杀我，我没有意见。只是我没有杀麦琳之前，我下了地狱，很难跟 Jack 交代。Jack， 是我杀的。乾坤，冰毒师呢？在哪？可不可以？不可以！马上！喂？收唔到啊？喂？喂？信号唔好，喂喂。喂！你而家所打嘅电话暂时冇。捉走咗个女仔叫咩名啊？佢叫霍希神。
网友被我请上了船，你快点把冰毒师带来吧。个冰毒师呢，交给我，我要找夏乾坤。对不住，我们捉不到个冰毒师。怎可以捉不到个冰毒师的？夏乾坤杀了麦林。夏乾坤也把小五哥的女朋友给抓走了，他要我们在公海跟他交易。现在怎么办？你不是一世救魂的吗？你怕什么？你不会不撑你的小五哥的。而你不会不救你女朋友。很明显你们只是不想跟我一起去，是吗？送死的人一个人好过两个人。两个人死比三个人死好。我要去。我们三个一起去，你们不可以没了我。现在麦林死了，追溯这船构造的人只有我。OK， 现在没了冰毒师，下一步怎么做？我从来都不是那种需要男人照顾的女人，我是可以照顾自己，真的的。就算我们不可以在一起，我都希望你要保重，我不想你好像我爹地那样的下场。多谢你这几年一直在我身边。上船之后，阿虎扮冰毒师拖延时间， Eva 就争取时间救人，之后就找机会走。如果计划失败，我准备了个遥控炸弹。那炸弹真的会爆吗？你最好不要知道。你们别乱碰我的原材料啊。我要离开这里。这里是你唯一的家，除了这里你还可以去哪？我要回到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没有你需要的人，也没有人需要你。那么多年，那边就战乱跟贪腐。我在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你需要的只是一把狙击枪，不是我。病毒是快到了，赚到的钱分你一半 ，OK？ 病毒是打咗嚟啦。另外带了一批原材料给你，应该足够补偿你上次的损失。小五，你仲想点啊 ？Mr. How want you to work for him? Just do what you do, and no one gonna get hurt. 你们可以威胁他，但威胁不了我替你们工作。嗯 ，Big Boss。你知道他谁吗？卧底警察，We have our source, and Mr. Ha knows who you are.
你冇事啊嘛？做冰呢、啊？做冰之前呢，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些材料：五行藤、保王素、红岭、金牛、酸、啊。最后不能忘了，就是听说它会爆炸。OK， 因为要加五行藤跟金牛泡十二小时，但我们没有十二小时。我坐。等下我需要音乐，没有音乐，我不坐。马克罗蒂嘎朗加，嘎朗加，嘎朗加，马克罗蒂嘎朗加。My fair lady。Sound the alarm. Get to your post! Go to your post!
妹妹，过来。就你们四个，你这个骗子！你知道我关注你的微博吗？取消。还有你这身打扮，在我的船上是不允许的。我不怕你啊 ，Big Boss。还是不怕你，他好好玩。Jack 才死了两年，你竟然就为了另外一个男人去死。我是为了 Jack， 我是来帮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哦，你加入了部队，很好。我看他们是饿了，给他们弄点吃的吧。哈警官，什么了？你炸啊！就算你炸了这条船，我还会去找另外一条船。我的世界是你们不能想象的。要不要我帮你加点炸药？
继续啊。Shit!
測量距離唔係用對眼，而係憑感覺。有時候要合埋對眼，先感受到真正嘅距離。我给了你一条生路，你却挑了一条死路。我以前同你揽炒，怕咩？我真的不明白，你拼了命去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为什么？有啲嘢始终都要人去做，你呢种人死都唔会明白。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看。我只是一个不称职的恶弟，今天我出得公海就遇了翻不上岸。我曾经对不住很多人，我唯一可以补偿的就是坚持到最后。是卧底。喂，你没事吧？没事就不用说话。你把时间跟性命交给别人，你现在要死了，谁会感谢你？多谢晒，兄弟。用完了，我不靠运气，我靠兄弟。兄弟，小五，哈拳君输咗啦，你系咪要打到个个都死晒为止啊？Let's go. Let's go. Go go go. 走啦。
你没事吧？小五，这么冷，哎，你真是卧底啊！阿 Sir， 系咪仲要等啊？单 hold 住先啦，喂！只船沉啦，仲 hold。Trust me,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Under control 咁巴闭啊！咁啊，真系好你唔住啊 ！Welcome back.打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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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叫